遇到生活中的烦恼，你怎么办？然后一查这个加害者，他其实酒驾记录非常多，他动不动两三个月，他就会有一次酒驾被抓到的记录。天哪！对啊，所以代表他一天到晚其实就那应该直接把他的车没收了吧？对啊，而且到最后因为都被吊销了嘛，所以就是无照驾驶啊。锁定每周六日晚上的8点，敬天电视台播出的《绿油精》。看电视学知识，律师的忠言让你受用一生。